看开球还是老师开球方法，对，老师的开球方法，因为他们还是比较习惯于这种方式。首先是国际传奇队开球，拿球的这是罗伯特卡洛斯，交给西多夫，是一号周挺，周挺和李铁是两个中间的后腰，一个长传交给了徐云龙，王永珀，周挺打这个球没有用，有了拉开啊，战术素养还是有的。啊，门前传，头球，杨军把球拿到了。头球的是莫伦特斯，头球正是他踢球时候的招牌的破门动作。没错，在交到边路，边路。在分边打门，哦，这一次包抄的西多夫稍微慢了半步。中国明星队主教换人，换下21号，用陆涵换下杨晨。再看一下刚才这一下，球送的还是真的有戏了。对，再年轻一岁，这球就能踢进去。这是陆涵，头球摆下来。上场之后的第一次出球，西多夫展示了一下最秀丽的脚法。这个球虽然越位了，但是还是能够看到巨星们的这种意识。而且真的总是找那个没人的地方。这球也就真的差了那么一点点啊，罗。杰克斯想是用拉球的方式把球顺给插上的莫伦特斯，陆涵想让陆涵在普约尔脚下断球，这有点困难，想发挥一下他的速度。对，但是我们看陆涵好像跑得还真不慢。对，做一个战术配合，好球调给里瓦尔多，西多夫又是一个角球，周挺和挡回去了，踢得非常写意，小范围的小配合。对，你看着他好像很慢，但是突然通过节奏的这种变化突然提速，那给你的防守还是会带来很大的压力。哦，这个球可能是想打一个这种大范围的长传射门的配合。这个鼎盛时期，当年的利特巴尔斯基和马特乌斯曾经那么配合过。看这个球，寻龙头球解围，徐亮、周挺、李毅、里瓦尔多、西多夫，看西多夫。交给巴拉克，巴拉克的一脚射门力量不大，陆涵拿球，陆涵，
这是鹿晗比较好的一次拿球，这球给的不错，传铁应该传一下的。这边王文珀已经上来了，李铁尝试着打一脚远射，这球还是没有包好。原地把球转移到了边路。所以我们看现在来看，这传奇队他的技术啊，这种配合，哎呦，这球看，他们还是控制住了比赛的局面。哦，打了一脚，马特拉齐。还是韩鹏拿球，这球周铁拿到，对吧？可以，有没有想单骑闯关？但是面对的是金毛狮王普约尔。看皮尔洛，现在要传球了，好球！这脚球给的不错。后点的西多夫，巴拉克直接出了底线。中国队必须要密集中路的防守。对，现在看看反击有没有机会。好球给到了韩鹏，韩鹏可以传到谢辉，有没有看到谢辉？好球！啊，科尔多把球拿到了。其实打身前我们并不怕，就怕他打身前突然直接一下塞到身后。这是巴塞罗那的球迷为普约尔特别准备的一个礼物。对，好球，这球徐云龙有没有爆超？韩鹏，十九号换下了詹姆斯，下发第二个换人，下里第二个换下了马提亚。二号加里内维尔上，西多夫漂亮，吉格斯，这球需要有个封顶，还是要传到后点，好的完整。他们输送一些炮弹，皮尔洛，他们主要是中场有这么个皮尔洛，实在太难受了。看西多夫，一个急停转身，漂亮假动作，后背头球，定会在边路对做一些文章。对，球传得好啊。对呀、啊，这西多夫，哎，这一路。还是没有形成默契。对，铁哥没想到，铁哥。传中没传好，来看一下，传门里去了。啊，他其实是用脚外侧想，过不了半场，现在被压制在自己的半场，这球踢的还是有点被动。西多夫假动作，要知道周婷可是现役的中超球员啊，挺高。西多夫真的是只能伸手拉人了。你看，我都说了，他这个跟我们经常训练的时候跟我们踢，真的踢不过他。我跟皮尔洛学学任意球，看看任意球，看人家怎么发的。你是贝克汉姆徐是吧？这是真正的皮尔洛啊！看看，哎呦！
稍高了一点。中国足球队主教官员半个球，换下99号端阵。杨军又出场了，又是挺哥，在我们国内算身体好的了，绝对身体好，而且还是现役。西多夫，以地平球传到禁区里，又是西多夫，哎呦，这一下是打到了巴拉克的脸上，对，这是一脚爆射。巴拉克一看，1-0结束了，1-0比赛最后时刻，其实传奇队还有机会啊。对，萨尔加多带球突入禁区之后，对，这脚射门没有打好。这个队还缺两个能插的前锋，对，确实不能插了，跑不动了。哦，你看托尔多，对，托尔多把这个助理裁判的旗子拿过来摇起来了。对，不管怎么样，75分钟的比赛，踢的还是很有质量。对，在这种友谊赛里面啊，我觉得是属于高水平。对，没错。对面主要是一帮神仙，这个没办法，没错，踢得太好了。对，